给你吃。谢谢。海明，我那天说的不是气话。哪天啊？看来你真的忘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抄歌词送给我？就是，别回避。我问你，我跟千金比谁好？你们两个人都很好啊，但是你们没有可比性啊。怎么没有？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丽珍为什么要说这些？难道萧哥说千金喜欢我是真的吗？不行，我要去跟千金说清楚。千金，我们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。嗯，你看看你，长得这么好看，这么温柔，这么贤惠，你肯定能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男孩子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两个人朝夕相处，你对我产生感情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我想再重申一遍，我的心里面只有丽珍一个人，你一点机会都没有。男人都是这么普通且自信吗？谁告诉你我喜欢你啊？萧哥，那个王八蛋不仅勾搭我妈，还挑拨我们父女情。李海明，你给我记住，我对你只有女儿对爸爸的情感，你就专心喜欢沈丽珍，把她追到手，其他一概不要管。我去把那些障碍通通扫平了。女儿对爸爸，嗯，那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想起来了，爸爸好像以为妈妈是因为报恩才愿意嫁给他。我回来了。你真行啊你！你把千金读大学的钱拿去投资保健品了啊？哎呦，你知道吗？那些钱可是他捡瓶子一毛钱一毛钱攒下来的啊！你就这样子全都输了呀你！我图什么？我是为了挣钱，不也就是为了这个家吗？ 我不像你，你还说起我来了，我怎么了我？你怎么了？要不是九八年中秋节的时候你被人抓了，我去仓库救你，心脏受了重伤，你能嫁给我？你还翻旧账了你？你扯那么远的事情干什么啊？知道你不甘心，你还想着那个人吗？我想他，我想他，怎么了我？明天就是中秋节了。我要守护好爸妈，让他们之间水到渠成。我向他表白，他打了我一巴掌，说我混蛋，是不是因为觉得我太轻浮了，不够有诚意？我，对不起啊，我那天下午太冲动了。啊？啊嗨，既然你认错这么快，也知道错了，那我就勉强原谅你。哎，你今晚有时间吧？作为赔罪，晚上跟我一起吃个饭呗。今晚？嗯。既然他是神秘人，那今晚爸爸英雄救美妈妈的机会可不能让他抢了。好啊，你今晚来漱芳斋等我吧。好，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认错就是乖，真好。千金，我们打烊了。千金呢？他不在，而且千金跟我说了。说他现在只想搞事业，不谈感情。哦，
原来千金用这个理由拒绝你啊！我不会相信你的挑拨离间的。我不会相信你的挑拨离间的。丽珍，我本来是想自己接你下班的，千金非要说贴身保护你，我也没办法。海明，你给我修的那个灯又坏了。那我去修一下。不用了，我们之间已经有一个很亮的灯泡了。今天不是中秋节吗？你们俩是我在这儿最重要的两个人，我太想跟你们团聚了。郭总，你们继续。不行，这还是太不安全了。不是这屋。你们要是不好好活，我就继续挽着你们走了啊！海明哥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丽珍姐啊！这样一来，妈妈今晚绝对不会出事了。哎，小哥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千金呢？跟我们后面呢。没有啊，他让我在店里等他。哎，今天千金挺奇怪的啊，先是说丽珍有危险，要我贴身保护她，现在他让你在这儿等，他自己又不来了。哎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哎，我把门关上啊。小姑娘，记得我吗？是那天闹事的小混混。难道因为我的出现，改变了原有的世界？小混混现在敢来绑我了？两位大哥，什么大哥？大姐，叫他大姐大。一位大哥，一位大姐大，在你们还没有犯下更严重的错误之前，我劝你们及时止损。你们不希望下半辈子都踩着缝纫机过吧？什么玩意儿！护他！千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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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金！哎呀，都怪你，千金在后面不见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我们俩一开始只是想找你们讹点钱，谁知道晦气，碰上了黄潇。直接把我们的面子踩在地上摩擦。现在其他人也都有样学样，不给钱了，这口气不出，我们俩还怎么在桃花镇上混？你不也没发现吗？要不是为了保护你，他也不会不见。好痛，这是有史以来最痛的一次。难道我这次真的要离开了吗？爸妈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你们好好在一起，房子守住，馄饨店开好，那我走也就没有遗憾了。我在未来等你们。
大姐她好像晕了。不管了，走。人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你管他呢，快走。姐姐在哪儿？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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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知不知道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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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知道？这么困难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奔跑总是会跌倒，追赶着心里的那一道身影，直到天涯海角。那双眼睛在心底闪耀，有情绪随风飘，忘不掉，怎么都忘不掉，终究无处想留在你身旁，前进也不换，寻觅着那一束星光，一切又怎能就此散场？想要一双翅膀。